润滑板，熄火开关，往上关，往下开，这个是油门，刹车，然后接油怎么接？油管一根黑的，一根白的，黑的是进油管，白的是出油管。然后我们发动机上面有两个油嘴，一个是粗的在里面的，一个细的在外面的。粗的接黑的油管，然后白的接细的油管、粗油管，接好油管，按下面那个透明的气泡，把油吸上来，不停的按，是一直按到那个透明油管里面没有空气，这都可以。把风门往上打，然后开始把熄火开关往下开，油门加一点，拉拉把，拉着之后。把风门往下关，关掉，开始开。那不成吗？